同时，他们那个台北，咱今年在民调怎样的收入，一定做一两个。咱怎样的事情，市场先做，包括做个变革，我就去打主办人讲啊，你难办掉哦。我这四十七号、四十八号，应该拢聚会，我恁两个应该是做伙哦。一个八号，一个四十七号，我也是伊骗着嘛吼。我就去讲，伊讲，恁通骗着哦。阮这聚会应该四十七、四十八号，应该讲毋是。当时是按照伊求的个时间来排，甲你排你去，伊去集会啊。所以我是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号。经过四十七年，我三岁，伊这资料是无像比你当时较差，你效果。我坐伫迄当中一年，我后壁迄十七岁，迄个叫做张文华，我嘛毋知伊张文华，伊我去做一礼拜，迄、那个五月初五，阮共伊领单呀。迄几日当中有一个司机开车来办面试，我再次通知，迄个我嘛毋捌一些事，我嘛。电视摆咧看，我慢慢也去调查。我坐后边，阮坐一个，坐喺迄个领导，我后面了。